娘家的。哎，饿了吧？来了。来了，快。哎，慢着点。嗯。喝点水，喝点水。嗯。Hello。哎，老诺啊。What's that you're eating？队长，他问你吃什么呢？就是这个啊。I understand. You refuse to eat dinner with me, so now you're eating this behind my back. You don't have enough white noodles, do you? 他说呀，他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跟他同桌吃饭了，是因为在背地里吃杂粮，问咱们是不是缺白面了。我呀，就喜欢吃这小米儿。I like eating it. You're lying. Nobody likes to eat this. I heard your wife say that you like biang biang 面. That's the only reason she spent so much time and energy researching on how to make the perfect biang biang 面. 他说你在撒谎，嫂子知道你喜欢吃biang biang 面，所以特意研究这个。啊，那玩意儿吃多了也腻。哎，你给我。I'm fading up of eating that.I don't care what you say. Starting from tomorrow, if there's even a single man missing from the dinner table, I'm going to refuse to pick up my chopsticks. 他说呀，不管怎么说，明天要是你们少一个人在饭桌上，他就拒绝动筷子。I know you're not very well off. This is my own money. I hope you'll take it and buy some white noodles for him. 他说他知道咱们经济紧张。所以他拿出他的钱给咱们，希望你们能接受。不不不，对对对，那肯定不行，你让他收回去。No, we ar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t's the Communist Party, so everything is communal. Please take this. 走吧。哎，站住！喊你名字。大豆。哎呀，一个瞎子，让他走吧，走吧。好了，你的伤口已经好了，回去注意伤口的清洁度，还有三天不能沾水啊。哎，谢谢沈姨，谢谢沈姨啊。哎，问一下那个包治百病的神仙在哪儿啊？在里面。哎，见过神仙。来吧，大哥，舒服吗？嗯，舒服。哎，大哥，跟你说个事儿。金正奇那小子今天不知道捣的嘛鬼啊！早晨他找了个叫花子，非用自己的洋服换那叫花子的衣服，然后他穿那叫花子衣服，他可就出去了，到现在可还没回来呢。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好像是安家峪。安家峪。嗯。今天大队长不好了，队长有什么事？金翻译官金令奇，他去了八路的地盘，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会不会去检查敌情了？侦查敌情？他姓金的没这个胆子。那他去干什么了？是啊，既然他没这个胆子侦查敌情，他跑到八路的地盘走啥呀？哎呀，他会不会去投奔八路了？まず近衛中佐殿に報告しろ。それから部隊に伝えろ。金翻译官を発見し次第すぐに交流しろ。はい。大人だ。よ。よ、来い。
过去吧，走。来人呢？来不来得高？我是金翻译官。哎，干嘛呀？我是金令旗，放开我，放开我！哎呦，众多阁下，哦，你怎么可以三支离队？去哪呢？我就到附近转了转。我希望我跟你之间可以互相尊重。戒备中佐，我对你十分尊重。尊重我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说实话。我没有半句假话，如果有假，让雷劈了我。小野君，哎，我跟他很难沟通，拜托你了。来人，带下去。嗨嗨，哎，我讲。我去了安家峪。去干什么？众佐阁下不是希望我能做出成绩来，好给东京外务省的人看吗？我去侦查了。查到什么？我听过往的行人说啊，安家峪来了个活神仙，包治百病。我去看看，看看他是不是招摇撞骗。结果了？这灵不灵还不知道呢。那神仙是什么样子？要我看啊，也是俗人一个，这张口就骂人。骂你什么？什么笨猪啊，杀驴啊，总之没有一句好话。我真的希望你现在说的全都是实话。我没有半句假话，如果有假，让雷劈了我。好了，你也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哎，是笨猪，笨猪，笨猪。笨猪，不是笨猪。笨树，笨树啊，是法语。一个乡下所谓的神仙，会说什么法语？你有所不知，按照我的情报，冀中地区来了一位杨医生，而且是一个外科医生。中佐，您的意思是？难怪陈矿司迟迟不到别的医院就医，原来他把名医接到这儿了。那我马上集合部队。不行，大部队一过去会打草惊蛇。中佐，您有什么部署？我带几个得力的人员先去见见这个神仙，你先不要露脸。会让吉田少佐带一个大队在附近埋伏，等候我的信号。我跟你们走。嫂子，郑姑娘。哎，哎，扯这么多玉米穗子干什么呀？这两天啊，来看病的人太杂了，老杰有点担心，所以啊，让我准备好了。有请神医。笨猪来了，把伤处伸进来啊！哎，
人心。本叔，马太守府站。哎，这说的啥话呀？还听不懂啊？你是什么人？哪儿人？天国。嘿，神仙能是哪儿人啊？你究竟是什么人？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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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警卫队长，不认识我了？哎，嗯，嘿嘿，你还没还我的钱呢。你是变戏法那个人？嘿嘿嘿嘿嘿。警卫队长，你身体哪儿不舒服啊？哎，咱们呀，就是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嘿嘿，我呀，就是挣点钱，啥神仙呢？哎，就是骗笨猪。静，你昨天见到的就是他。就是他。杰振国，杰振国。哎，杰振国，他在这儿，黄金把他抓住了。你认得他吗？啊哈哈，哎，要说呢，还算是认识，我们俩呀，算是师兄弟的。他长得什么样啊？长得什么样？哎呀，我学艺的时候啊，哎，他都已经走了。我们是师兄弟吧？哎，不过听我师父说呀，他那人呢，还长得就我这身量，不过比我可俊多了，嘿嘿，浓眉大眼的。哎呀，要说呀，我还想找这个师兄啊讨教两招呢，他这个人不识时务，你说这好好的钱不赚，偏要去反皇军，可惜啊，唐山这么大一个码头，全都让我一个人给赚了。哎，要说还得感谢咱们皇军呢。 啊放开呀。Why on earth did you bring me to this godforsaken place? Come over here. Look. That was really amazing. How did you know that the Japanese were going to come here?他说：“你们太神奇了，你们怎么知道日本兵会来这儿的呢？”这个呀，都是老王的神机妙算。农夫，昨天不是有个叫花子找你看病来吗？他一进村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人细皮嫩肉，他怎么会是个要饭的呢？后来小孙也说，他虽然没跟这个人打上照面吧，但听声音特别像近卫的翻译，所以我们就多了个心。Well, then I'm going to make a prediction and become an oracle too. I think that with the two of you here, China is going to quickly wipe out those Jap fascist bastards. 谢谢你，诺克。他说，他相信只要有你们在，中国一定会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哎，老秦，哎，老周，怎么样？诺克同志平安送走了没有？送走了，陈矿司也回去上班了。好，哎，这禁卫不会善罢甘休的，陈矿司那儿啊，一定要严加防范，保证他的安全。你放心吧，这回啊，咱们派了一个班的人在他身边忙活呢。陈矿司说了，按照矿上最高的工资，每个人都是双薪的。这个事情不能这样罢休。
陈矿司，我们要不断的给他找麻烦，让他知难而退，让他自己让出位置来。那么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对付他？帝国矿井考察团在赵各庄井下遇上瓦斯爆炸的事件，那就证明赵各庄矿管理不善，所有善后的事都必须要向他们索赔。明白了。日本人通知我去唐山，讨论上次井下瓦斯爆炸死伤的考察团成员的赔偿问题。哎，事情怎么就出在咱们赵各庄矿？这赔偿问题还不得狮子大张嘴啊？搞不好啊，还得有人去蹲班房。哎，老范啊，你有什么高招吗？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一推，六二五。他这中，推给谁啊？当然，是往日本人。惹不起的人物头上推，比如接政府。哎，这老杰对我不错，怎么干有点不太地道吧？啊，他对我和你都不错啊，可是对日本人呢？范工程师说的有道理，杰振国上回单枪匹马就劈了他们三个，也不差这几个，就记在他账上。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是瓦斯爆炸事故，那么应该是我们来负责。对啊，如果是人为破坏呢，那么华北地区的责案都是日本人来负责的，跟我们毫无关系的。可那天是井下的矿工都上来了，日本的才下的井啊！你现在硬说是杰正国搞的破坏，这不红口白牙诬陷人吗？他日本子也不能相信呐！啊，那个井下事故那个调查原因出来了吗？中国，我们已经发现制造井下爆炸的元凶了，是什么人？动作请看，这是我们在赵各庄矿发现的传单。巴卡，把我们约来，他又不露面，不当替我。对不起，钟总下，让你们久等了。老师好，老师好。你好，老师你好。请坐，请坐，请坐。哎呀，这一次请陈矿长来，就是想谈一下那个索赔的事。索赔？赔偿什么？大日本帝国考察团在赵各庄矿下井的时候碰上瓦斯爆炸，造成三人死亡，六人重伤。陈先生，你不会不背上这个责任吧？如果是本矿管理不善，那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是现在遗憾的是，这是一次人为破坏呀。这华北方面的治安的都是贵方负责的，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是吧？如果是人为破坏，哎，有什么凭证？那赵各庄人人都这么说。陈先生是刘英的人才，是应该知道，在法庭上是不可以以别人的议论搬到法院上面做呈堂证据。那如果你说是人为破坏，那证据在哪呢？那你井下调查一直是你们在进行，我们怎么拿得出证据来？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的调查结果
证明这一次的确是一次意外，是因为你们的矿管理不好，所以造成这一次意外。我也会考虑到我们大日本帝国与大英帝国没有敌对的关系，所以不会太为难你。刑事责任我们不会追究，但是经济赔偿我们必须要求。怎么？你们开个价吧。三年之内，你们昭阁庄矿每天所生产的煤炭的80%。难道不合理吗？恕我直言啊，这个恐怕得算是九霄云外价了。那陈矿长，那你说，在你的眼里，一条人命是值多少钱？而且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科学家的性命又值多少钱呢？这件事情恐怕我做不了主，我现在很难答复你。我当然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去考虑的。你们现在可以先回了。12个小时之后，我在这里等你们的回应。我失陪了。庄大阁下，说，他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金卫的小算盘打得不错呀，他既能在他上司面前推脱管理治安不利的责任，又能重重的讹陈矿司一把。哎，可惜呀，他这小算盘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扒拉算盘，你这个做小买卖的是行家呀，比他强。要说这个金卫吧，也是个人才，可是呢，这变戏法比不过大队长，这打算盘又赛不过教导员。真是既生瑜何生亮，悲剧啊。好，小孙的文笔是真好。因为钟主把电话打到我那里去了，问你为什么不答复他。三年的时间，80%的产量，这不等于把咱们赵各庄矿给霸占了吗？如果把这么多产量的这个煤炭白白的送给日本人，那我不成汉奸了吗？我别说是八路军了，就是英国老板他也饶不了我呀。烦死我了！我真希望现在有人把我给绑了算了。矿司大人，外面有人求见。啊，我现在谁都不见。是杰大队长，
来来来来来，请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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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坐坐坐坐，请坐。不了，陈光司，我们听说鬼子朝你要索赔了，是吗？可不是嘛，这肯定是敬畏的。我们还听说，井下那次爆炸是我们工人特务大队干的，是吗？ 什么无稽之谈，我陈某是一向反对这种说法的。陈光司，这事儿你就往我身上推就是了。不，陈某虽然是给英国人做事，但是这个义字我还懂。哈哈，请杰大队长放心，这种事儿我陈某绝对不会做。我说的是真心话。陈光司，你可以想一想，老杰在当大队长之前就刀劈鬼子兵。 之后呢，又炸军火，翻列车，把多少鬼子送到阎王爷那儿去了。他还在乎多这么几个人吗？没错，债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敬畏要算账啊！你让他唯我是问。啊？我有点明白二位的意思。现在华北的鬼子在强化治安，他占领区域的治安呢，都归宪兵队管理。 你们真是这么干的，陈光司。按说啊，这变戏法的怕的就是兜底儿。敬畏也是个魔术高手，不给他透露点底细，怕是瞒不过的。哎呀，你们这可是救了我的老命啊！Hello， 陈先生。 没有首饰，我是怕在电话上说不清啊，正准备去唐山面见中佐呢。那好，我恭候光临。OK， 陈光司，你一个人去还是不方便？晋威万一翻脸咋办呢？那咱们还是研究一个好的方案吧。 好，我听你们的安排。又飞个线。 陈先生，用得着那么多人一起来吗？账目有些复杂。这两位是来自开滦矿务局的会计。会计，哦，那就是你承认你们矿管理不善，愿意用金额来赔偿，是吗？管理确实有些疏忽，但是责任还是要厘清的。 我不是答应过你的吗？我们绝对不会追究你个人责任，但是我要向你先道个歉。上回我跟你报的价，我有点失误。这次大日本帝国这个事情死亡人数不是三个，是四个才对。所以赔偿金额应该是你们的生产量的90%。 怎么了？不合适吗？四个。嗯。
哦，你们是把那个二赖子也算进去了是吧？他总算也是为皇军服务过，我们也不能不闻不问呐、啊。你觉得这个价合理吗？可是我们的会计只计算了本矿井的损失，至于贵国那些人才，包括二赖子，本人深表同情，但是在商言商，该赔偿的我一分不少，不该赔偿的我一毛不拔。身为一矿之长，想耍无赖是吗？钟佐，你别急呀、啊，来，冤有头，债有主，这笔债你应该找杰政国要啊。我告诉你，皇军防卫森严，杰政国是怎么样跳进这个井里？这个井我们查过也没有别的出路。哪怕杰政国有跟我们一起同归于尽的勇气，但是我们后来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你赖不过去啊。中佐阁下稍安勿躁，看过这个你就明白了。哎呀，整个唐山地区的治安好像是中佐阁下全权负责吧？这个赵各庄是不是在唐山的范围之内呢？哼，况且杰政国是借二赖子之手制造的爆炸，二赖子又是贵方的工作人员，你觉得如果我们索取一些赔偿，算不算过分？统统跟我走，让开。爹，坐坐。哎，郑法官，你这是干什么？谁能证明这传单是杰振国印的？万一是你自己弄出来混淆视听呢？这金先生，我真佩服你的见识，你大概忘了自己是哪国人了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中国人，你呢？恐怕早就加入英国籍了吧？喂，干什么？禁卫中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谁？我是山口龙。三口子，委屈了。干好这件事情的责任者就在这里，你可以跟他谈判赔偿的事情。陈先生，我个人不会要你一分钱，你只要答应我把你们赵各庄矿生产的所有的原煤通通的销售给三菱重工就行了。哎呦，这个事儿恐怕还得从长计议啊。
哟，这刚粘上去的，追不追？你要不怕杰振国那枪子啊？你追去，来找吧。对不起了，请把你们的袜子全部脱下来。海哥，陈先生，你是工科的，我学的是医科的。是，我想我们谈话的内容都应该说实话，对吗？那当然，请你自己选一双。玻璃丝袜，我想做个实验，我从来没有看过。请关灯。钟佐先生，请开灯。陈先生，你的传单呢？金先生把它撕了，那传单太史进那儿有的是。太史进，钟总书记，陈先生，你看，你说你应该怎么样索赔？我虽然是为英国人做事，但自幼读的还是四书五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中国人讲究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毕竟这是个不幸的事故，你们付出了性命，我们赔偿了矿井。我看咱们就双方扯平，互不追究了吧。我明白你的意思，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去办吧。那我就告辞了。欢迎钟佐有空来矿上做客。谢谢君，送陈先生。嗨，陈先生，到。杰振国，你一个挖煤的，我真想不到你在魔术上面用上静电这一招。陈矿司，我想请求你一件事情。肖建军，请讲。今天这件事情，因为钟佐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钟佐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所以请陈矿司。So Peter, please take the film out of that camera so that we can get offended. Thank you. 阿里奥斯，走走。Thank you。太史队长，马上让你的部队出动，将唐山街道的宣传品、传单通通给我揭掉，片甲不留。没问题。钟佐阁下，胶卷我已经拿回来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声张了。
将军阁下，我在唐山发现了一张传单，张贴者是八路军工人特务大队，说上次瓦斯爆炸是他们所为。是谁花。